好，报告委员会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始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九届第一会期第二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3月15日星期二中午12:12至19分，地点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徐永明等16人，主席段委员宜康。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九届第一会期第一次会议议事录。决定事项一，审定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五次会议议事日程，议程报告事项均照议程草案编列通过。各党团提议增列部分共计23案，全部照列。对行政院院长提出施政方针、施政报告继续质询。二、请愿案件一，依请愿法第四条规定者2案，系属应提起诉讼事项未便受理，含附请愿人。二、依职权行使法第65条第二项规定者4案，函转权责机关处理尽付，并附之请愿人。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异议？如果没有异议的话，会议记录确定。我们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六次会议议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05年3月25日星期五29日星期二上午9时至下午6时，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五次会议议事录。二至三，委员孔文吉等拟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交内政委会审查；地方制度法，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会审查。四至五，委员郑玉鹏等拟具地方制度法，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会审查；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六至八，委员徐国勇等拟具法官法、刑事诉讼法、立法院议事规则，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九至十，委员蔡宜宇等拟具立法院议事规则、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一一至一二，委员赵振宇等拟具民用航空法、发展大众运输条例，交交通委员会审查。一三至一五，委员萧美琴等拟具入出国及移民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国防法，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交交通委员会审查。一六，委员何新纯等拟具社会秩序维护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一七，委员林维洲等拟具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一八至二二，委员李鸿钧等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铁路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医疗法、就业服务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二三至二八，委员罗志镇等拟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2案、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国家安全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军人及其家属优待条例，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二九至三一，委员刘世芳等拟具人民团体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羁押法、监狱行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三二至三四，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三二四，行政院暴力驱离事件调查特别委员会条例草案、刑事诉讼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三五至三六，委员张廖万坚等拟具商业团体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三七，委员钟孔照等拟具劳动基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三八，委员赖世宝等拟具所得税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三九，委员张宏禄等拟具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四零至四一，委员吕孙玲等拟具都市计划法、新市镇开发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四二至四三，委员马文君等拟具灾害防救法、既有合法建筑物耐震评估与补强促进条例草案。四四至四五，委员郑天才等拟具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四六至四七，亲民党党团拟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均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四八，委员陈一鸣等拟具劳工退休金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四九，委员陈颖等拟具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施行法草案，交外交及国防、内政两委员会审查。五零至五一，委员王玉明等拟具建筑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烟害防治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五二至五四，委员陈明文等拟具国民教育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农业发展条例，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五五至五七，委员陈怡姐等拟具医疗法、劳工退休金条例、性骚扰防治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五八至五九，委员卢秀燕等拟具
货物税条例交财政委员会审查，中华民国宪法交修宪委员会审查，六零为林立产等拟具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六一委员钟嘉宾等拟具公司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六二委员徐正卫等拟具建筑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六三至六六行政院函请审议，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交司法及法制经济两委员会审查，学位授予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台湾与澳门避免航空企业双重课税协议交内政财政两委员会审查，资讯科技协定扩大核可关税减让表交外交及国防财政经济三委员会审查，六七至一五一文化部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国立故宫博物院内政部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劳动部经济部交通部教育部行政院中央选举委员会国家发展委员会卫生福利部行政院环境保护署等函送预算决议事项交相关委员会处理，一五二行政院函请重组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董监事审查委员会请查照案交朝野党团协商会议处理，一五三至二一二行政院司法院财政部内政部卫生福利部经济部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国防部教育部劳动部行政院农业委员会考试院侨务委员会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客家委员会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交通部外交部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二一三经济委员会函为预算决议事项提报院会请查照案，二一四行政院函送委提案延处情形请查照案，民进党党团提议增列一委员黄国书等拟具文化部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国民党党团提议增列二至四国民党党团拟具总统不当财产调查处理条例草案立法院组织法立法院两岸事务监督委员会组织规程草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五至六行政院函请审议远洋渔业条例草案投资经营非我国籍渔船管理条例渔业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七至八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函为预决算案于预年度预算执行期间决算审议期间提报院会请查照案，九至一零财政等八委员会函为总预算半年结算及查核报告提报院会请查照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增列一一至一二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公民投票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拟废止国家自动安全科技中心设置条例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段文宜康提议增列一三至二一委员段宜康等拟具立法院组织法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二案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二案立法院议事规则立法院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办法立法院各委员会会议事规则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以本院文咨询部分宣读完毕。好，谢谢。请问各委员有没有要登记发言？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议程草案报告事项跟咨询事项通过。我们现在请宣读议程草案的讨论事项。讨论事项一：洗钱防治法、贪污治罪条例、通讯保障及监察法、证人保护法等修正草案。二、委员郑丽君等建请决议是今年五二零新政府上任后，就十二年国教新领纲之研修及期程，再进行通盘检讨，请公决案。三、亲民党党团建请决议针对陆飞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所作之管辖权裁决，应作三项国会决议，请公决案。四、时代力量党团建请决议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暂停审议中嘉转售案，四新政府组成后重新检视是否有垄断言论之余再行审议，请公决案。五、委员严宽恒等建请决议成立立法院迁建台中规划委员会办理相关迁建事宜，请公决案。六、国民党党团针对第二次会议报告事项第四一四二八二案之决定提出复议，请公决案。七、国民党党团针对第三次会议报告事项第七三九五案之决定提出复议，请公决案。八、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四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九、灾害防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宣读完毕。好，我们讨论事项已经宣读完毕，现在请登记的委员发言。第一位，请段宜康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代表民进党党团提出建议，针对第六次会议议程草案讨论事项，建请将原列第九案灾害防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及第八案
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四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经委员会审查完竣，并决议不需协商之法案，以为讨论事项第二案及第三案，其余依原列草案顺序。谢谢。好，我们现在这个发言完毕哈。我们请问对段宜康委员提出的提议有没有异议？有没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讨论事项照段宜康委员提议修正通过。接下来我们处理人民请愿案，请宣读。人民请愿一，函送本院相关委员审查者共二案。二一请愿案第四条之规定，属应提起诉讼者共一案。三一职权行使法第六十五条第二项规定，函转权责机关处理，尽付者共四案。宣读完毕。好，请问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有没有临时动议？没有临时动议，我们散会。